今天是看一下现在几度，现在是28度的预警哦，天气非常的舒服啦。那三宝呢，今天刚洗完澡哦，刚刚呢前一秒前一刻呢刚刚洗完，现在呢就是要大家跟大家一起见证记录他们一分一秒都在弄脏的画面啊，大大来。好，这一定要记录了，因为尤其是大大来，就你还好，尤其是阮大大来，大大来，我来讲者，来，都叫姐姐刚刚你洗完澡，你讲你的面都乌去啊，你看你的脸已经黑了呢，过来看，好，其实像三只呢，平常呢每天洗澡洗完了。最正常的就是九九跟多多了，但是如果以三宝来讲的话，最干净的应该是多多哦。多多他随时随地他都会让自己保持的，其实算干净体面的样子。那九九的其实也算是，因为九九他很懒得动，所以呢，他除了去草地上滚滚以外，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活动的那个弄脏的机会哦。那多多偶尔会弄脏，是因为大大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多多跟大大有时候会打架，然后呢，两只在那边玩呢，就会互咬嘛，啊，互咬就会有口水，然后有的时候又在草地上或者是在土地上互咬，所以呢，那个口水会粘连到泥土，所以他们身上就会很脏，所以多多基本上是跟大大打架的话才会脏，啊，或者是他自己去玩石头的时候才会脏，不然的话，基本上多多平常都，不管是他的体味啦。好，就是闻起来的味道呢，跟他的身体的清洁度，多多都还算是保养的蛮不错的。好，那我们现在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角，来大大来，那就臭豆腐的臭豆腐的来了啊，这一次就不一样了哦。他你看他平常好像没什么，但是他就是不知道莫名其妙他就会把自己弄得很脏，而且很臭哦。那大大现在起码是香的了哦，那所以还好啊。九九哈，九九也是啊，九九要还好啊，是你们的狗狗。好，来就叫迪亚赏你，送你，九九人家说你是他们的狗狗嘞，小朋友说你不是他们的狗狗，好，九九这样子被小朋友占据了，啊，快点，九九快点，走，哦，九九被小朋友占据了，哦，两宝跑得很快哦，因为一般哦。之前的老会员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们有一些来店里面的客人呢，如果带小朋友，我们都会请他们注意一下多多啊，因为多多其实小时候因为被那个小朋友拉过耳朵，因为小朋友比较战烂了，他摸狗狗呢，就是除了摸以外，他有时候会用叉的，你知道，叉他的耳朵，所以多多呢就很讨厌小朋友。所以呢，通常呢，只要小朋友呢来店里哦，就是多多只要看到小朋友，他都会叫，所以小朋友都常常都会被多多吓到，然后就在那边哭。啊，好了，走，快点，走了。啊，然后你看，多多赶快跑，然后后面就是可怕的小朋友了。啊，就是其实呢，这个世界上啊，就是很可爱的东西很多，就是像狗狗呢跟小朋友都是很可爱的。然后呢，也是充满活力的，就是这两种可爱的元素啦，哦，啊，就是小朋友，因为年纪还小，什么东西都蛮兴奋的，蛮好奇的。然后狗狗呢，是像眼前这一个脏脏的这一个，它是什么东西也都是很好奇，哦，所以它会把自己弄那么脏。啊，所以今天呢，我算是变相的，除了遛狗，也是变相的遛小朋友了，啊，后面还有两只，来，现在九九转。一起走，耶，走了，啊，大大，啊，等一下呢，我们再来试试看哦。我这边顺便，因为顺便找个石头好了。我们等一下呢，再来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那个飞檐走壁的多多。奇怪哦，在这边呢，其实说真的，要找到石头其实蛮难的。啊，多多，你想玩石头了对不对？我没有石头跟你玩呢，我现在找给你，你等我一下。啊，你看，现在是一次遛四只哎，啊，走了，啊，有，这有石头哇，好哟，先我躲了，这个太大颗了，这个跟我拳头一样大，这个不行，我来选一个比较小颗的，多多走，石头在哪？快点，哪里？
你要自己去找石头来给我玩，快点。石头给你，找下石头来给我。啊，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哪里，多多？哎呦！好，我们多多解开封印了啊，解开封印了。好，我知道，我知道。好，石头舞，多多已经在跳石头舞了，已经在跳石头舞了。好，这一颗对不对？这一颗对不对？要好，要好。哦，好好好。啊，给啊给啊给啊！来，来，我们来让多多飞檐走壁一下啊！好了，多多，等一下，等一下，吼、哦，你看。一有石头，我们多多的那个眼神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切吧！哇哇，裂开了，变两颗了，怎么办？多多两颗都想要吗？多多，你喜欢哪一颗？你喜欢哪一颗？哪一颗？现在很尴尬，对不对？哎，多多，醒杯嘞！啊，一阵一翻呢，哈、哦，醒杯呢就裂成两遍了，两半了，哈、哦，醒杯醒杯来了，好好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啦，我拿了，好，我们来让多多飞檐走壁一下，来，耶，走了，准备准备准备，哦哦哦哦，又叫兴奋吧，多多，来来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再近一点，哦，各位，众所期待，我们林金多飞檐走壁秀即将开始了，去吧。哦，哦，人家欠债背啦，在哪里？多多，哎呦，有呢哦，找到了呢，来来来，慢一点，慢一点哦，哦，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哦，好，多多，多多来，准备，去吧，哦。哦，这简直运动健将哎呀，啊，超强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就九位，哦，还有两个白鸭，两个白鸭跟个鸟鸟，啊，多多哎，石头来看，哦，跟棒子不一样，宣誓主权哦，来看，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哦哦哦，这个这个这个，哦，这个好，再一次好不好？再一次好不好？来准备，一、二，去吧。哦，多多，对，是多多，哎，给你，哇哇，哦，哦，多多好厉害哈，哦，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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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真的超强的，而且多多厉害，怎样？你知道你今天，你知道你今天刚洗完澡吗？啊，好好好，我丢里面，我丢里面就好，来准备，一，还没，还没，还没，我还没要丢，我还没要丢，去吧。哦哦，多多用杯啦，啊，哦，马上找到哎、欸，哦，好神哦，多多，哦，他真的真的是哦，欠栽培啊，来来，好好，这样就好，这样就好。还要玩哦，啊，大大嘞，大大，大大，你是安怎走去做勇敢泰哥？你有要玩吗？你带人，你跟他对狼画圈啊？你好，你知道现在在玩什么吗？你不知道，你看，公公唔知。好，等一下，还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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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准备，一、二，去吧。哦，多多跟他进你啊，九九嘞，大块，九啊。哦，对，九九还在远方哎，他真的是过自己的老人生活哎。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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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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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大大大大，你现在比较吃香哦，去吧。哦，跟他近年了，好快哦啊啊！大大其实也真的没有要玩的意思啊，他只是单纯的那个哇啊，那个小黑朋友来了啊，那个老爷爷的那个小黑白哦，啊，我都叫他小黑白，然后他还有他的小黑朋友，两只都来了。啊，开心开心，哇哇哇哇！来来，阿多多，你的石头嘞，你的石头嘞，哦，好好好，你好棒，你好棒，你带带带，多多，你的脸都是鬼针草啊！你刚刚洗完澡嘞，你刚洗完澡，别上来吞，你知道吗？好了，好好好了，再一次哈，
准备，准备了哦，去吧！哦，大大也冲去了，大大啊，不要被剩了，大大还弄那个做做样子而已啊！啊，九九啊，九九啊！哦，我们九九还在远方哎，哎，抡硬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老爷，他现在有九九，过来，给，给来。哦哦，多多，你真正，哦，你真正欠栽培啊！你好厉害呢，你好厉害呢！等一下哈，等一下哈，准备哦，一，去吧！哦，多多好快，直接夹到了呢哦！好了好了，还我了！来来来，好，好了好了好了，好，各位，过来。走走，进来，进来，回家了，进来，来来来，我真正我无甲你，无甲你催促吼，你可能甲我踅到明仔载哦，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进来，进来，走走走，一起，啊，多多麦克风外镜头啊，进来一起的，一起，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多多你敢在看咯，你不要一直看我手上的石头好不好？看路啦，像恁爸爸安尼行，嘿，走走，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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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紧啦，行紧，去去去，嘿，来，阿多多，快点，啊，走了，行啦，麦克两边啦，哦，你看各位，哦，两个鸡屁股啊，非常的厉害啊，我们的多多。看到没？走，走进吼，九九，我要驱赶你一下，进来行，走了走了，走，进来行进来行进来，而且九九啊，九九很特别哦，他很喜欢走这种单独的路，平常的这么宽的路不走哦，然后干嘛家己安尼干那较厉害哦，啊，走了快点。啊，看一下他们父子的屁股，是吧？哦，多疗愈啊！你看这个画面，哦，那大大的卡车嘛，做到摇呢，你别看呢，哦，屁股小归小哦，你看大大的那个屁股，还特别给你看，他那个走那个路，他的屁股太好笑了，啊，多多，你石头放弃啊？啊！你放弃石头啊，多多！啊，走走走，走了。进来哦，上课钟了哈，快点，上课钟了。本来想说呢，今天呢还是要带他们呢来溜个滑板，溜滑板，然后我就可以不用那么跑，走的那么喘。像那是上面喝啤诶，阿伯帮我啤一个，啊？什么好？哦，我靠！天海刚才讲喝啤诶，来，我马上 play 一个，我马上 play 一嘴来。什么东西？耶，等我闻一下，快点，快点，快点！哦哦，我靠！刚才做喝啤诶，我们现在呢，赶紧先记录一下他们三只呢还是干净的画面，因为真的，尤其是我们大大哦，大大这一只哦，可能应该到晚上应该就变脏了啦。哦，就是以正常他的那个弄脏的那个速率来看的话，是这样。洗碗喝皮啦，洗碗喝皮啦啊！这什么东西这么好闻呢？啊，会不会是松露啊？哦，就是呢，你知道松露呢，就是那种隐藏在那种地底下的哦，是非常珍贵的。哦，结果，等一下多多开始挖，挖出一个尸体，惊死！好了，行啦。等一下啦，跟你哦，你看他们这样三只糯在一起的感觉哦，它糯在一起，这样很像那种天竺鼠，有没有在取暖？然后就一堆老鼠，一堆天竺鼠就窝在一起，这样取暖的感觉啊，然后哦，来那鬼爷啊，就其实也很像那种吐司啊，哦，吐司呢现在正在发酵的那个，等它在那个在膨胀的样子，蛮像的啊，跟你讲，那个平安啦。是啥物物件让你感动？多多麦克打卡，行，要走了，要走了。
快点走了，走了。哦，那其实大家可以很放心哦，因为其实像我们自己是在乡下养狗的，那其实这样放一些毒饵啊，就是有的人会毒放老鼠药，放什么东西呢？怕狗狗会吃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我们都有训练过，所以呢。三宝不要看他们贪吃归贪吃，但是基本上他们非常的挑食哦。他们呢在外面基本上不会吃外面的东西，他们很习惯，他们吃东西只会在家里吃。所以呢，像一般在路边你丢一个便当什么之类的，他们顶多闻一下而已，他们不会在外面吃东西。他们比较，但是在家里面呢，他们是安全的、舒服的，他们才会在这个地方在家呢享受他们喜欢吃的，不管是零食还是食物还是晚餐之类的。哦，但是在外面呢，他们基本上是不会乱吃东西的。哦，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哦，我自己都不担心了，我还怕我自己会乱吃。哦，路边一只鸡腿，敢不吃吗？看，我看了我都好想吃。哦，我怕我自己会中毒的。哦，所以各位不用担心他们呢。在外面会乱吃东西或者什么。狗狗呢，基本上对于一些味道，他们会有自己本身的坚持跟喜好了。那基本上也都是，如果味道强烈一点，可能是别的公狗或者是别的母狗，可能发情的母狗在这边留下了一些味道，对他们来讲，他们会多闻一下，或者是一些比较浓郁的味道，不管是尸体啦或者什么，他们都会有会多闻。哦，那基本上还好。哦，他们并不会因为说这个味道很浓烈，他们就把它吃掉。哦，他们没有那么的。胃口那么好啊。哦，那我常常跟朋友讲说，我们家的狗呢，很挑食，他们都很惊讶，说它挑食还这么大只。我说对，因为他们本身天生骨架就比较大，哦，然后挑食是真的，所以他们很多东西他们是不吃的，他们只吃在家里面的东西。哦，所以这个一点呢部分呢，他们算是蛮自我成长的蛮好的，呵呵，哦，蛮自律的啦，应该这么讲啊。但是我就不一定了。哦，在外面呢，如果看到一些好吃的东西，我还是会吃。哦，所以你们要担心的话，就担心我吧。应该也没有人要担心这个。啊，好了，差不多了哦。啊，我们要回家了哦。现在已经快五点了。嗯，差不多了啊。呀，哦呦，哦呦，耶，走了，耶，小鸟。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好天气散步的三宝呢，要准备回家了。啊，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啊，明天开始好像是连假的开始了，好，所以呢，送哦，哦，清明节啦，哦，清明时节雨纷纷哦，清明就是要干嘛？祭祖嘛，好，所以，好，大家呢，除了说清明呢，吃个润饼啊，然后拜个祖先啊，好好休息，好，那有空的话呢，如果要来御景找三宝玩的话，店里。情人果罐都有，所以因为我收到太多人的私讯问了，说请问可以去店里买吗？或者是店里有货吗？哦，有，是有的哦。所以你们如果你清明节有来，可以顺便来店里买，都可以的，很非常欢迎，又可以省运费哦。好啦，那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要回家了。哦，快点，快点，快点，训导处的广播啊！哦，训导处的广播啊，快点，三年二班零发条哦，马上到训导处报告。OK， 好啦。那我们要回家了，感谢各位收看哦，拜拜。